看看五月二日的西安钟楼商圈附近，全都是游客。这个是开元商城顶层的观景平台，上这个平台现在也要排队了，这边排起来长队。之前这里都是随便上的啊，现在人太多了。最佳打卡点，在这里可以拍钟楼和鼓楼，天气好的话还可以拍日落。这里是在陕西西安，2024年5月2日假期的第二天，西安钟楼商圈开元商城上面的观景台上面有好多游客在这里拍照呢，站在最高处俯瞰长安。人生何所求，暴富和自由。这个鲜花水龙头非常的漂亮，好多小姐姐在这里合影留念呢。这个鲜花从上面直接流下来，一大束鲜花。总要来趟西安，感受碳水的魅力。吹过的风都是文化，脚下都是历史。集装箱还挺有意思的。大家五一节假日来西安游玩的话，在钟楼附近想在这里拍照的话，可以上这个开元商城商场的顶层，6楼、7楼和8楼这三层都是拍照的地方，最美打卡点。看一下大家都在这里拍照呢，开钟楼，这里就可以看到钟楼。